108年动感政策法所推荐的表扬，那些年度的模范母亲的表扬，继续马上进行。首先介绍第一位动感镇妇女教育推广协会所推荐的模范母亲郭玉茂女士，请大家欢迎这个欢迎啊，恭喜。教育推广协会所选出来的模范母亲郭玉茂女士。郭玉茂女士呢，平常在家里相夫教子，只是一位相当优秀的模范母亲，实至名归，由我们的社团大力的推荐。感谢我们郑志伟颁发奖状。好，谢谢我们的郑志伟，请入位。谢谢我们的郑志伟。介绍第二十四轮动感镇生活美学协会所推荐的模范母亲谢任女士，大家热烈的掌声恭喜谢任女士。这个奖呢，我们特别请到救火法屏东县环委会的总干事、郑总干事来颁发。欢迎我们的郑总干事为我们颁奖。谢任女士是一位相当和蔼可亲的妈妈，由我们的动感镇生活美学特别的推荐我们108年度的模范母亲，恭喜她颁奖颁发奖状。好，谢谢我们的郑总干事请入会，谢谢。颁发十三位由我们救火团防空港镇环委会所推荐模范母亲熊安玉宝女士，恭喜。这个奖呢，我特别请到新竹县环委会太郎县总干事来颁发。请我们永远的好朋友在场的是为我们颁发。我们这个熊妈妈哦，喜欢非常敬重的一位熊妈妈啊，完全的代表位的前辈了，是教育子女非常的相当的成功。这帮好要跟你继续哦，要跟你那边游览世界哦。那个旅行社哦，那个干部相当有精神哦。颁发奖状，掌声鼓励。谢谢。接下来，谢谢我们的总干事，永远的好朋友，谢谢。接下来，我们办公室是为由动感镇天使之音协会所推荐的模范母亲古诗子女士，恭喜。这个奖呢，我们特别请到现任的工党妇女会副处长苏祖龙来颁发。感谢我们的妇女会那位苏子荣、苏子荣女士长啊，百忙当中为我们来颁发那个奖项。这是奖品颁奖
在这个时期我们也就是大学我们108年度的文化古迹的话，给我们一个感谢，历史书籍协会推荐，谢谢我们的施子荣市长推荐。谢谢大家花第五位我们共感镇第一文秀运动协会推荐的文化古迹林美镇女士，恭喜！特别还有我们特别提到县政中堂社团会李处长、处理处长来帮忙。
然后赶快用捕捉这个历史镜头，这个非常有回味的镜头。